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那个西塞山呢，指的就是这里湖北黄石的西塞山。这里风景像画一样，这么美的风景，再加上今天天气特别好啊，必须在这儿安营扎寨了，好好在这儿享受一天两天的。像现在的气温呢，越来越凉了，这不是特别的适合外面搭帐篷，但是天气好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啊。就是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搭帐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好好珍惜这样的天气，珍惜现在这个时间段，能搭帐篷的，能露营的，咱就在外面露营啊。一会儿我们去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安营扎寨的地方。哎，看这地方，在这里哈，你听着这个江水里面的鱼直扑腾，还有就是天上的这些鸟啊，叽叽喳喳的叫，好像有野鸭子，有水鸟，各种各样的鸟类就在那儿滋滋叫，还有长江上面的货轮的声音，柴油发动机轰轰轰的声音，都是千吨轮在运货呢。哎呀，好享受这地方。而且呢，长江边上呢，也就是西塞山旁边呢，也有一些小草丛啊，小树林呀、啊，这地方空气又好，还有野花野草，哎呀，太适合露营了，太美了，在这里待着真享受。看看我眼前，秋风袭来呀，吹的这个小竹子呀、芦苇荡啊，还有这小草啊，不停的在摇动。再看看我眼前，长江水，长江货轮，长江上的浅滩，那叫小岛。我刚想说小树林，没好意思张口。这个东北大土妹子啊，人家明明是小岛，风景那么好，偏说个小树林。这一边是芦苇荡，秋天了，这个芦苇啊也就干枯了，但是下面的小草还是很绿的啊，嫩嫩的，散发出青草的香气，散发的清香味儿。找露营地，我现在脚下的这块地不行，有点太潮了，这两天刚下过雨嘛。不得不说啊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呀，看我的手都发红啊，是因为天气有点冷了，手干燥，有点红，冻的。这小野菊正绽放的时候，这上面还有一个蚊子，哎呀，感觉湖北这边的小树林资源也挺丰富的。小花，我们找露营地去啊，朋友们，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啊，找到了一块露营地，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现在所想要的，就是你看，这个江面上有好多船，这边呢能看到西塞山，这地方还有人气儿，我特别佩服下面有一位司机把车开到那个地方了，我给你们看一眼啊，这位大哥呀。直接把车开到了就马上要掉江里的位置，而且这是个大下坡，给你们看啊，这是个大下坡，就把车给刹住了，太厉害了，佩服。哎呀，这是铁矿石啊还是什么呀，还是说废铁呀，都石头的样子，因为太远有点看不清。好安静的湖面，这车技太厉害了，看他开到这儿来，没事儿哈，因为我就不敢，就是踩着刹车慢慢往下走，嗯，太厉害了，边有两块石头，我特意。先开始对着一个石头，那你更厉害，再垫一个，那你更厉害，对着石头开过来的、嗯、水手可凉了，现在不凉、嗯、哎呀，那水还挺干净的，嗯，这自己慢慢的洗洗的干净的，嗯，往里面内饰全部干净，这自己洗还能陶冶情操，真的看个风景在这儿心里好敞亮呀。那边鱼多，那边有一个那个
有个岔口那地方，有个桥那地方，那地方鱼真多。但是有时候鱼正在水面过来抓，抓你就是看鱼正来了，你就把杆收了就走就行了。对，杆子收了。那边全是大鱼，那边有一个岔口，有个桥。对对对，那地方鱼真大呀，真冷。要是那种皮垫子拿水里面一涮，你这就得擦了，带毛绒的。嗯嗯，说它那是水草还是人家扔的菜叶？水草，水草呀，它这水草长得像青菜一样啊。别的地方的长江它就没这种东西。水葫芦啊，水葫芦呀，这种东西坏事了。养鱼的地方就不能有这种，要鱼就不行了，游泳是容易被缠住还是什么的？缺氧。哦，容易缺氧啊。水葫芦长得像青菜似的。嗯。上海那边就没有。我们这边这长江好奇怪哈，同样是长江，每个地方长的东西还不一样。嗯。你看这个岸边全是水葫芦。那俩小哥哥钓鱼钓到现在也没钓到，哎呀，大鱼，吓我一跳，这大鱼。我现在好好欣赏我的营地呢，我现在不着急搭帐篷。哎呀，我都已经看好地段了，我就在那个地方安营扎寨了。那地方是沙滩一样浅滩。哎，这风真大呀，跟那个大哥聊会儿天，嘿，挺有意思的，就喜欢跟本地人聊天，了解当地的情况，比那什么网上攻略强多了。湖北的大哥，这小哥哥穿个靴子在那钓鱼，你这不能把鱼竿弄长点儿？看这沙子，啊，长江的细沙，这沙里面带的黄泥的，好像。长杆子，下次弄俩杆子，弄两个长的往那一放，还得瞄着点儿，那个万一有什么人来了，收杆就走。啊、嗯，这水葫芦这么多，看看这岸边这沙子，一碰就掉了。这地方。搭棚啊，搭帐篷的话不能太靠边上，一不小心就掉坑里去了，掉到水里去了。